如果各位有仔细计算今天的这个参赛者的话，你会发现，除了邀请赛的五位种子选手之外，那个从一般赛晋级的选手已经有四位表演完了，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，哎，今天的邀请赛是不是到这边就结束了？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说，因为今天白天一般赛的战况实在太激烈了，连评审他们下午在讨论的时候都出现了很大的分歧，所以呢，我也是晚上才接到通知，今天。跟去年一样，我们有第五位从一般赛晋级的参赛者。我相信大家一定在白天的时候对于他的表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那现在就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。Now please welcome our last contestant tonight from the United States, and his name is John C.开玩笑的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今天玩得开心。我们今天节目主持人丁新义，也记得明天回来参加第三天的 TMA 魔术大会，拜拜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有趣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和魔术有关的资讯，可以到我的脸书专页按赞追踪，也不要忘了帮这个影片按个喜欢。我是丁新义，我们下次见。